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董平老狗。今天我们要惩罚一下乱开远光灯的司机。怎么我们分到我俩家人门了？喂，兄弟，好说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你要钱我给你钱。大哥，有话好好说。你要钱，我给你行不行？我钱包里有钱，我钱包里有钱。Thank you.